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酒令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、石富宽。这给于老师的，好了，于老师您请过来吧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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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拥抱一下。哎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坏了，要讹你啊！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抱一下，怕什么了？七个，我怕我掉下去。来来，七个七个，七个七个，坏了，我的报应来了。哎，能够参加今天的演出啊，嗯，特别的高兴。搁那儿，搁那儿，搁那儿。我接到这个德纲的邀请之后，我是欣然的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纪念德纲拜侯耀文为师15周年纪念日。对，是是是是，说明德纲不忘师恩，感谢师恩。我作为耀文42年的合作伙伴，我深受感动，所以德纲尊师爱幼，为青年相声演员做出了榜样。哎呦，我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发自内心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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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不用多介绍，是吧？老前辈，啊，石先生，你们大伙儿都熟悉。哎，跟我师父侯耀文先生合作一辈子。42年，四十二年啊，嗯，跟谦儿呢，这又是爷儿俩，哎，对，师徒，哎，谦儿是石先生的亲传弟子，是，我们这行有句老话啊，怎么说？师徒兔子，对，兔子，他们爷儿俩一窝兔子，不像话啊！您原谅我这个嘴不利索啊，师徒裤子，嗨。师一裤子谁呀？尿了那是？怎么说？师徒父子，哎，师徒父子，对，师徒父子。嗯，我跟我师父也是师徒父子，没错。那年拜摊是2004年，对，这一晃多少年过去？哎，我师胜杰，嗯，常贵田，我们三位的银宝蛋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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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，没几天的事儿。哎呀，嗯。特别的感慨，哎，我头一回跟我师傅跟石先生一块演出，咱们是去广州，您记得吗？对，先上的广州，嗯，到广州我才知道，嗯，侯先生这么大势力呢，嗯，怎么？你走了街上，所有的广东人一提，我都侯爷，侯爷，这是说侯爷呢吗？这个，这是说侯先生吗？不是哈，说好呀，哦，这我都认识我师傅，嗯，啊，不买票也夸侯爷。不是那意思，主要是那帮观众啊，人看惯了这个了。你师傅，哎，我今儿跟你啊，嗯，这么一活动，嗯，我有句心里话憋了好几年没跟你说。哎呦，你师傅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从来没当面夸过你，都没夸过我。哎，但是他背后这有一点都不是杜撰啊，实话。有一年咱们在济南体育馆演出，嗯，山东体育馆，山东体育馆，济南那，你在台上，你倒二，我们俩底，你旁场上你使活，你师傅就跟我表扬了你一顿，你不知道，我没跟你说过，今天我把这意思给你转达了。哎呦，我洗耳恭听，他怎么说？你师傅就说，嗯，小石，你瞧这孩子，在台上这相声感觉这个状态，太他妈好。这是他原话啊，嗯，太好了，你听他这个嗓音，嗯，那么洪亮，吐字那么清楚，太难得了，真他妈好啊，嗯，而且这孩子这柳就是唱功活，唱这柳特别好，柳什么像什么，哎，而且难得他有调门，就是有高音，嗯，难得这孩子有调门，美中不足啊，嗯，就是个儿矮了点儿，哎，原话，哎，一个字没编，嗯，这是你师父背后夸你。哎呦呦，啊，我得谢谢您，哎，对，我从来没跟他说过，这是真事儿，
谢谢谢谢谢谢、嗯、啊！尤其刚才您要不说那他妈的，我就以为是假的。有这口头语准是准是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哎，我给你转达过来。得嘞，得嘞，激励你今后继续努力。我继续努力。哎，我师父啊，这个做人做义都是这份儿的。是，他特别可爱，你看他。嗯，挺严厉，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小孩的心态，老小孩，特别天真。嗯、对，啊，就是爱玩牌，喜欢业余时间玩玩，扑克、麻将都爱玩。对、嗯，他那个家里有一间屋子是专门玩牌的。哎，哎，他坐在这儿，他后边是个墙，嗯、那三面全是镜子。对了，镜子，石老千，嗯、他能看见每一个人的牌。啊、好在我也不会玩牌，他也不带我玩。啊但是徒弟们有的去，我们那个师兄弟们玩牌啊、抽烟的都好着呢，喝酒啊。嗯，就我说相声跟他们有点区别啊。这一晃都跟在眼前似的。哎，侯先生这一辈子其实挺委屈。嗯啊，这个咱就拿他这吃来说啊。对，你都以为这个呵，这么大一侯耀文先生得花天酒地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他那屋里煮着饺子，就开着盖煮着饺子，他上院里玩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进来打锅里捞俩吃，又跑出去了。一会儿进来玩三趟，吃饱了饺子都没到盘子里边，是就这么一个人。嗯，吃面条得煮烂了，对，把它给弄碎了，而且还他吃面喝面，对，一大碗面条烂的面条，快点卤的和匀了，呼噜呼噜一喝，哎，对他来说这就美餐了，美餐，对，高兴着呢，这就他，对，这么大一个侯耀文先生，这是最大的爱好，哎，还不喝酒，他怕耽误演出，哎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烫头，啊。这捧一个扒一个可不行啊，也没外人，这真是不抽烟啊，抽烟不喝酒，有时候烫头，反正是啊，没烫过，没烫过，没烫过，但他可剃过头啊，啊对，他染头，剃头就是因为烫坏了啊，主要是染发过敏啊，对对对，后来有段时间剃过大光头，哎嗯。哎呀，很感慨，哎，这要是今天还在咱们一块儿台上得多好，多好玩，是不是？真是，但是也不错，咱们爷仨能到一块儿，哎，对，这也难得，对吧？哎，待会儿演完了，咱们爷仨喝酒去，哎，对，哎，啊，就不烫头了啊，美发店都关门了，我这个脑袋也烫不出什么样来，对，啊，不够卷的，跟您徒弟比不了啊，看您徒弟这菊花狮子顶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别下去你啊。这是我们这儿喝酒的专家哦，他喜欢喝，对，好家伙，对，好喝，一天能喝好几顿，赶酒局儿啊，喜欢吗？真行，这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而且最近喝酒也没怎么耽误事儿啊。今天在后台我还问呢，我说这中午喝酒了没有？今儿演出哪敢喝酒？就是还不错。谦儿哥曾经发过誓啊，喝酒不上台，对，后来停了好几年演出嘛，净喝酒了，净喝酒了。我有时候看他们喝酒挺热闹，因为有他还有我那个经纪人王海儿，对，他们几个人坐一块儿喝回酒啊，连喊带闹的，我看比说相声还热闹，对，兴奋嘛，啊，调门都高，他们还玩那什么酒令乱七八糟的，对，也玩酒呢，对，行酒令，玩酒令，我听他们玩那什么小蜜蜂什么飞花丛中那个这类酒令，这都是这些年新兴的，是，对，我有一本书啊，有一本书就是里边记载着古代的各种酒令酒文化，哎，人家那个琴棋歌赋都有，对，哦，哎，到谁了谁作诗，嗯，到谁了谁对对联儿，啊，人家那是一个文化的体现，那比较高雅的，对，高雅。当然了，民间你说个个的都作诗啊，对对子也不现实，对，是，有的时候有的小酒令也挺好玩，怎么个意思？有那个酒令您知道不知道？哪个？就是猜月份。月份，哎，分两波哦，哎，这个猜单月什么什么，哎，说一什么节，哦，这边猜了，我们猜双月什么什么，猜一节，哎，猜着怎么着，猜不着的，这挺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你会，你会吗？你过去，你不是你跟他商量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跟他商量。这酒令我真不知道月份啊，啊，这酒令咱们今儿玩一玩吧，啊，你好不好？又喝酒了哈，啊，不是，这眼瞧着一玩就能喝呀，哦，这又有月份，有月份啊，这我不知道，你问德刚几个月了。这什么叫几个月了？不，啊，这月份是怎么个意思？您说说。他是这样，酒令嘛，啊，就作比成样，好比咱们在这喝酒了啊。哦哦哦，做一个文字游戏，好啊，喝酒，您给解释解释，喝酒啊，怎么个意思？哎，然后咱们得不能干喝呀，是啊，得玩啊，是啊，咱们做个酒令，做个酒令，一边是单月，一边是双月。哦哦，单双月，单月里边挑一个节，我挑完之后，
你们说有没有？嗯，哎，要有了怎么着？没有怎么着？我说完了，你说，啊、你得在双院找，反正是一个单的，一个双的，你琢磨琢磨这事儿。那我，咱们玩一回啊，对玩一回，分两波。哎，师傅啊，两波，咱爷俩肯定一波，咱一波，对吧？对，咱们一块儿，咱爷俩一联手。吃不了亏，对，但是在月份上我不太懂啊。哦，您得给我，我这他什么节日啊？哪个月有什么节？我有研究，我明白。行，他现在是一个人占单月啊，一个人占双月。那咱们您说咱们占单月，他不单月啊，让他来这单月。他来为什么？他先说呀。哦，说完之后等于给咱们打个样子。哦，咱爷俩一照猫画虎。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咱来双月，双月。哎，得嘞，哎，挑好了啊！怎么着？我们这儿双月，哎，你占单月，就没有你们爷俩这么尖的，不是吗？叫尖呀！好，你们来双月，我来双月，你先说，那就得我先说。对，你打个样子啊，到时候我们就按你照猫画虎，你怎么说？你怎么告诉他了？反正你占单月，这太实诚。你们是这么设计的，是吧？就这么玩。那行，那行，那就是我占单月，单月，你们爷俩是。双月哎，对，行，好吗？但是这种要是干喝也不像话呀。对，得有酒啊。对，咱们拿什么酒是没有？咱们可以有个替代品是吧？啊，怎么替代？谁在后头呢？快来呀！哎，上酒。嘿，小孟。嘿，这我徒弟啊。啊，猛喝汤他就。对，猛喝汤。孟鹤堂。于老师啊，瞧见了吗？啊，对，这就好比是今天的酒。哦，新包装，可别动啊！好比是今天的酒，这是个哎，别，怎么？千万不能碰啊！怎么呢？酒已经斟满了，嗯，一碰就洒，一蹲就流，咱可记住了啊！别蹲，别碰，记住了，一蹲就洒，一蹲就流。对呀，这玩意儿他讹人，要不然，嗯哦，不能动，嗯，啊，搁着。那这是酒怎么喝呀？对呀，这酒怎么喝呀？啊，这个你不会啊？啊。就这么喝，就这么喝啊，就这么喝，这我有点不明白了。怎么呢？他是单月啊，他要是找着这节日说对了，嗯，政令，这怎么办？对，哎，对啊，啊，你要是单月吧，对我单月，你要找着了这节日了，对呀，这怎么办？我找着了，这为政令啊，政令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呀、啊！哦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呀、啊！我还是不明白，怎么可喜可贺啊？敬酒三杯是，怎么个敬法啊？对呀、啊，敬酒三杯怎么个敬法啊？哦、啊，这个简单、啊、是吧、啊？就是这么个敬法，就这么个敬法。哦，这么个敬法啊！我还有点不明白，怎么？他是单月啊，他要是找着这日子说对喽，嗯，敬酒三杯，敬酒三杯，嗯，咱是双月，对，咱要是没找着，嗯，没说对，嗯，乱令怎么办？你问吗？嗯，啊，对呀，啊，我们要是双月份我没找着，对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哪为乱令啊？乱令怎么办？罚酒三杯啊，怎么罚呀、啊？啊，对对，怎么罚、啊？怎么罚啊？又三下，就这么罚。哦，就这么罚。哦、我还不大明白，师傅，我明白了。这么会儿我七杯了，我知道你能喝，那也不能这么喝，咱们得跟他玩儿。玩好吧、啊，好了没？可以了，都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现在开始、哎、来吧，打我这边找。您是单月、哎、单月什么节、嗯、单月我得找一个日子啊、哎、是单月，那就是正月十五。正他找了正月十五。问他什么节啊？哦，对对，正月十五什么节？元宵节呀、啊、元宵节呀、啊、有吗？有啊。
有有啊啊！正月元宵节哦，还有歌呢。怎么唱？正月里闹元宵，金边你给他留，我就别留着，人找上了，找上了，找上了。那说了，老爷子说有，你没留啊？啊，我就不留，不唱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怎么办？找上来了，找这位政令啊！政令怎么办？敬酒三杯呀、啊！敬酒三杯，敬酒，敬酒，敬酒！哎，这不对，敬酒三杯不让敬。你等会儿啊！哎哎，德刚，你可矫情，怎么了，先生？啊，你说了敬酒三杯啊，你找对了，我们敬你酒，你为什么不让敬？您糊涂啊！啊，谁找上来的？你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找上来敬酒三杯，我得敬你们呢。敬我吗？你们喝呀。那你要没说对呢？那我错了，我喝呀。那现在你们喝呀？我，爷们儿啊，喝去。我喝去。啊，可不你喝吗？你我这他就这么喝。啊，敬酒吧，敬酒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啊嗯，敬完了，敬完了是吧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那下边哎，到你们了，我们了。哎，你们是双院了，双院，双院了。对对，是不是到咱们了啊？来，双院赢他。我不知道是双院有节吗？有。双院什么节？二月啊，二月，二月初二龙抬头啊，二月初二龙抬头，龙抬头。哎，找着了啊！二月初二龙抬头，什么节？那什么啊？对，什么节呀？抬头节。抬头节没听说过。我知道抬头纹，哪有抬头节去？没有这节，没有抬头节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人说没有，没有。那你问他，那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乱令，乱令啊！乱令，罚酒三杯，罚酒三杯。你等会儿问他。罚他，我不认识，得罚，得罚你啊！不，凭什么罚我呀？敬酒三杯，我们喝。对，罚酒三杯还是我们喝。这回谁说错了？我们还是的。你们错了就得罚你们，那你要错了呢？罚我呀！那现在罚你们，罚徒弟，喝去。还是我喝呀？啊，对，有师傅是有好处的。嗯，罚酒三杯，罚酒三杯。哎，哈哈哈！哎呀。这酒怎么样？没事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是吗？哎，这有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待会儿他乱了，咱们照样罚他，过瘾。咱解气，咱俩人哎呀，少避免他耍赖，哎，咱把他后道给堵死。咱们就规矩，哎，规矩，这局气吗？行了，该他了。哎，到我了啊，到您了。哎，到我是三月了，好吧？三月初九，三月初九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寒食节。三月初九寒食节有没有？有还有寒食节啊，纪念那个介子推啊。对对对啊，那天就是吃凉的不许吃热的。对，有寒食节。有你问他。有啊，有啊。对，有怎么办？有敬酒三杯。敬酒三杯啊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希望这个酒不要弄乱了您的头型。哎，太开心了。敬酒三杯。又该轮到咱们了。啊，又该轮我们是四月。该你们是四月了。师傅咱好好的吧。四月了。四月二十八。四月二十八什么节？乱穿纱。四月二十八乱穿纱。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告诉你，穿纱节。穿纱节。你玩去吧你啊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说没有，没有。那问他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啊？没有怎么办啊？罚酒三杯。哎，太开心了，干这个不给钱都干。嗯，好吧。度数高点啊？哎，行吧，还行吧。度数倒无所谓啊，关键上头。嗯，嗨，明儿就好了，明儿就好了。来，这回到我了吧？三月，哎，我。五月初五，五月初五，五月初五，什么节？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哎，五月初五啊，端午节呀！五月初五，端午节有吗？师傅，有，我们老有啊，纪念屈原吃粽子有。五月端午啊，五月端午，五月端午有啊，有怎么办？有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啊？问怎么办？还问什么呀？这都敬，那就敬酒三杯吧，好，可喜可贺啊！哎呀。
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爷俩玩这个，我可揪心了，我真的。我老怕上你们当，你这真过瘾。嗯嗯嗯，又到你们了。行了，哎，师傅啊，我可喝了半年了。是，咱找一个节，六月有没有节？有啊，六月什么节？有什么节？古秀节。六古秀节。六月几？六月初六。古秀节没听说过呀？古秀节有吗？有啊，那个儿歌里都有啊。儿歌怎么唱？六月六看古秀，春打六九头啊，66岁刘老六，这他家有六十六，有这些啊。六月六古秀节没听说过，看古秀春打，不知道，愣惯呢，您这属于没听说过，不知道。嗯，您说没有？没有啊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都喝完了，我都嗨，嘴急啊，这是嘴急的，就到我了啊。七月七。七月七什么节？七巧节。哎，七月七是不？七巧节有吗？有，牛郎织女有。人您说对了，有啊。来，有。谢谢石先生的疼爱，不客气。哎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啊！又到你们了啊！我们是八月，是吧？求求您了，八月了，八月这板钻咱们准真的。哎，什么？8月28。跟他说，板断了啊！哎，8月28，我听着，我等着喝酒呢啊！8月28，什么节？啊，什么节？我丈母娘过生日。哎，您活动活动，什么过生日这都出来了？那咋？你8月28，他丈母娘过生日。哎，这不像话，没听说过啊！我这喝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喝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干脆。啊，后边啊，你也甭找了，我也甭找了，那对吗？我直接奔12月，我自己找一个，我也甭让您出主意了。你都不听你师父话了？对了，就我自己来了。哦，对吧？哎呦，大年三十，真急了。大年三十是你杀头的那个日子。没听。杀头节急，连续的相声。杀头节，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。春节，各位有没有？有。春节来吧，来喝酒，来什么呀？来，敬酒三杯啊！敬酒，敬几杯啊？敬三杯啊！敬三杯啊！我只喝两杯，凭什么只喝两杯？你蹲洒了一杯啊！我别蹲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叫蹲洒，蹲洒一杯，两杯你也得喝。那我只喝一杯，为什么？你又碰洒了一杯啊？嘿，一杯也得喝啊！一杯我也得喝啊！对了，那我怎么喝呢？你怎么喝？我怎么喝的？你怎么喝？你怎么喝的呀？我就这么喝的，一杯都不喝了。怎么着？你替我喝了？这世界很酷，下面请您欣赏艺术的技术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，喊什么的都有啊！你听这个称呼，你就知道他是谁的粉丝了，都能听出来吗？嗯，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没有，哪有那么低的辈儿？真下辈儿，你看见了吗？谢谢吧，嗯。刚才是孟鹤堂、周九良小哥俩说相声啊，嗯，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换上我们俩人来了，我们说一段，很感慨，怎么呢？当年的谦儿哥也像孟鹤堂似的，那么嫩，啊，没到这份儿上啊，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，那您是太使劲了，现在看看，都有白头发了，就是上年纪了，哎。土都埋到眉毛的人啊，到眉毛来，到哪儿？那叫土埋半截了，土埋到半截了。对，所有认识谦儿哥的人都跟我提过，说什么呀？说你看谦儿哥，特别像一个慈祥的老大爷。哦，还慈祥的老大爷，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就是人，我就不用拟人了。哦，就反正就夸您慈祥。啊，这个是对的，
真这样吗？哎，我们合作快半辈子了。是，真是啊。嗯，这个舞台见证了我们哥俩。没错，到现在，嗯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感慨，真的老了。您倒没有。哎，啊，早先站台上说相声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不觉得累。是，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，还是大了。他媳妇儿都说我，我媳妇儿怎么说你？你可不如原来了。对，什么呀？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，高峰的媳妇儿也说。是啊，孙越的媳妇儿也说。哦，好多人媳妇儿都说。哎，这人缘不错。这净交朋友了。就这朋友啊？你什么呀？玩笑说玩笑，你真见了嫂子，啊，你不能开这个玩笑。你得规矩啊，老嫂为母，小叔子是儿嘛。这就对了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，这是我们行内的事。虽然说嫂子很漂亮。嗯，馋了什么毛病？但是这个那是嫂子，还是的。嫂子这些年保养的也不错。还不错，还行。你别看都这岁数站在那儿，我觉得不次于那些个小姑娘们。是吗？嘿，有一成语就形容嫂子这个岁数的女人。怎么说？虽徐娘们半老不老。什么乱七八糟？是，但是看娘们都出来了。哎，成虽徐娘们。徐娘。徐娘没有那个门啊？没有没有啊。哦，所以徐娘半老不老的还行。什么叫半老不老的？但是还很滋楞。嗯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这原来哪儿学来的这意思？原来我没有上过学，念过书啊。瞧出来了，很好。是吗？愿意跟您一块说相声啊？那倒是。为了什么？为了人这些人捧咱们。这大伙儿真捧。说相声哪那么容易啊？那都我们得练啊。都说了是说相声上台，我们是个艺术。嗯。什么叫艺术？这还能单解释吗？艺是艺，术是术，这怎么说呢？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嗯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这不一样。有艺无术，那叫诈骗。哦，有术无艺，那是商贩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个相声这么好，那么好，那么好，这么好，嗯，听完之后啊，狗都能学好了。哎呦，但是一说卖票吧，一毛钱一张票，嗯，观众把剧场砸了，不爱看。你不是诈骗吗？嗯，你这么好怎么没人听呢？对呀，你这么好怎么连一毛钱都不值呢？嗯，那叫骗人。还真是。你看今天啊，这个剧场啊，北京北展剧场，是不到3000人啊。我们哥俩跟这儿演了够10多年了，12年了吧。啊，跟这个剧场什么难？嗯，就是这种商演是最难。商演怎么个难法呢？因为它是人为无法控制的。啊，这不能控制。天下无论什么事情，只要是人力可为的，嗯，它就简单。怎么叫人力可为呀？你看，举个例子啊，剧团，啊，我就在这团，你是那儿的，嗯，头牌，不是？您说的是曲艺团吗？反正你在那儿，你是最漂亮的吧？还是头牌呀？这个，就是好多客人就嗯，那就是头牌了，你。不要再描这事儿了，你是一个著名的头牌，嗨，反正就是这就是一级演员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行吧。你们这个八宝山曲艺团呢，也得演出去，可不是得演出吗？这是一个扎根在老北京60多年的一个老的曲艺团，啊，60多年了。对，然后你们团长给大伙开会，哦，他们那个德云社也演出，这是扎根老北京的吗？这个，俺们这个老北京八宝山曲艺团，谁说的？俺们也得出去演出去。哎，就是演出呗，就找呗啊，保定地区啊，什么石家庄那盆儿啊，找，但是村民们不干，啊，给农村演，就是看你们演出耽误秋收，你们这精神食粮都不要了是吗？最后你们团长带着演员们就跪求啊，跪求，怎么着？跪求啊，跪求，跪求，看看我们一场相声吧。哎呦，哎，聊来聊去，最后就决定你们先帮人家秋收。我们是演出去了，是干活去了。先秋收啊，秋收之后，然后你们再演出，给人家还给人送鸡蛋。啊，秋收完了怕人没菜。哎，只要是来看你们的相声啊，哎，每个观众给2斤鸡蛋，发鸡蛋。但是有两个观众觉得给鸡蛋他也不爱去，给鸡蛋都不成，因为这俩观众家里是开这个养鸡场的，人家不缺鸡蛋。哎，反正最后说吧，啊，就是同意了，就让你们去演。那好。你们也演，你们也一人做一大褂，哦，有漂白的，有粗白布的。对，我们这儿办白事儿呢，是怎么？穿漂白大褂就随便演，
这个有一最大的好处。什么好处呢？像这种演出就不用尊重观众。你先等一会儿。怎么呢？不用尊重观众。那当然。我拿你钱了吗？你拿我鸡蛋了。我还帮你秋收呢。哎，对呀、啊。所以就跟观众拽咧子。哦，台上吐痰撒尿都可以。不不，我们也太粗俗了，我们这个。所以说你这种演出就好弄，不用尊重。你看，嗯，对不对啊？他不像商演，商演是必须尊重观众。我们卖票啊。啊，你们这送鸡蛋不重要。哦，所以说人为可以控制就好干。是。还有比如说啊，嗯，评级，这个也是人为可以控制。你比如说你换一单位吧，你是一个电影演员。啊，我这好逃出八宝山来了，我这是。你是八宝山电影公司的那个，还是没出来？我这哎，就影视演员了。你是一个影视演员，哦，你们单位要评级，嗯，要评三级的那个，嗯，电影还是演员啊？先是演员，没有演员怎么拍电影呢？啊，那就先评演员。哎，但是只有一个名额，就是打四级演员往三级演员上调。哦，只有一个三级演员的名额，那就说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攥这三级名额，看给谁了？给谁？嗯。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？啊，哦，这俩人谁对我有用？苍井空对你有用。我别跟他争这个啊。所以你得等明年。啊，明年才三级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你说这三级演员给你给他没有什么区别，是完全在你们单位领导那个兴趣上了，对吧？哦，他人为可以控制，这个就简单啊，他可以控制。你包括相声大赛，哎，那也行啊。哎呀。八宝山杯相声大赛得离不开这儿了啊，然后给吧，有一等奖、嗯、哦，给他还是给他，这个不行，这花钱了，哦，这不行，这他爸爸有势力，那怎么办？得了，给那哑巴吧 啊，给哑巴了，就是人为可以控制了，嗯，就都简单，哦，唯独这种演出控制不了，怎么呢？3000多人，人家花钱买票了，对，为什么咱们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？嗯。您的每一张票拿回来，我们要养家糊口，是拿钱来给我父母，嗯，孩子上学，对，给我媳妇儿，哎，给他媳妇儿，对，我媳妇儿不用你给，我媳妇儿不用你给，嗯，哎，拿着吧，对，什么叫拿着？谁跟你商量这事儿来了？拿着就拿着，行不行？不差这一回，不要，这月不给了，哪月没给过？以后不够花，别跟我说。没听说过，就说这意思啊，就说这意思。所以说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这话对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、嗯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了，您过。怎么能把相声说好？怎么能有窍门啊？这还有窍门？雅俗共赏，还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，说着简单，做起来不容易。怎么呢？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中间有辩证关系。单纯的雅和俗没有王法，怎么叫没王法？知道吗？嗯，你看，你看，笑的那么雅俗共赏。大姐，您在哪儿呢？我参观参观去。嗯，一会儿给个话筒。嗯啊，给话筒，乐得不是开心。啊，谢谢、嗯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嗯，你看说到哪儿忘了吧？你搅和了。重来吧。啊，虽徐娘们半老，从哪儿来呀、啊？太倒的往前了。就来回这磨磨粉，我能玩好几天。我跟你说。这个雅俗共赏是雅，你雅得过昆曲吗？昆曲是很雅呀、啊。昆曲雅呀、啊。啊，清朝乾隆年间写的大清律里边，法律，清朝的王法写着，嗯，昆曲是国粹。嚯、哦，地方戏的演员进了北京算犯法，不能唱。当年地方戏演员进北京就捆上了，改不改昆曲？哦，要是改，放开你还可以谋生；不改，捆好了送回老家种地去，不让唱。国家王法都写着了，必须听昆曲。呵，当然了，他那个王法就改了。后来，大清律没多长时间，乾隆过生日，这条没了，去掉。欢迎地方戏进北京，祝皇上生日快乐。你瞧，你想一出是一出吗？嗯，地方戏进北京，团结一块打跑了昆曲，嗯，才有了京剧。
哦，哑到那个程度，嗯，背后有大清王朝支持，是他都没有坚持下来，嗯，因为他太哑了，太哑了。前清的举子、赶考的秀才、念书的这些人，嗯，捧着二十四史，抱着康熙词典听戏，嗯，所以说他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，曲高和寡，谁跟你受这罪？听场戏比种地还累，真听不懂啊，对吧？哑到极致不风流，哎，好话，所以太哑不行。嗯，太俗也不行啊！太俗怎么不行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啊！啊，是，还有叫喊。哎，于老师啊，如果您在台上真把裤子脱了，我觉得一大帮观众一块就得。师傅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观众素质有待提高，今天。所以啊，太俗太雅都不行。嗯，必须是雅俗共赏。那怎么才能做到雅俗共赏？那就是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。没听说过。那我真脱呀，那就更没人看昆曲了。玩笑说玩笑，那说加钱了、哎、啊，加钱，我们这头牌别提。谁说你能加多少钱？还是钱的事儿吗？不是啊，不是钱的事儿 啊，不。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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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看你的粉丝们啊，今儿一喊就看冲这个来的啊！你怎么知道今儿非有这个？他昨天做梦梦见了。哎呦，好家伙！谢谢吧、嗯。其实每次跟观众聊天，尤其这个搭下茬、嗯、我特别开心。高兴吗？因为只有说相声是可以跟观众搭下茬的。我们这叫互动啊，艺术的特性。对，我个人建议啊，啊第一，如果您去看个芭蕾舞啊、交响乐，嗯。不建议你们搭下茬、嗯、也没有经过搭下茬，就是啊、嗯、你说他那跳天鹅湖你跟底下哎烤鸭嗨、那玩意儿什么不建议，不建议，那保安非把你们扛出去捆在树上搭啊，绑了全聚德门口，就是啊，哈哈，不合适、嗯、所以说第一就是在外边就这种演出不要搭下茬、嗯、第二呢就是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别搭下茬，那搭什么下茬啊？因为我认为啊，那个电视里边人可能不会理你，多新鲜、啊！你还容易让家人给你送了医院去啊？必要，嗯，现场搭下茬，我们这么些年来其实总结过，是吗？为什么要搭下茬呢？嗯，搭下茬无外乎不是男孩就是女孩，那可不就这么两种吗？啊，女孩搭下茬一般都是新鲜。新鲜，在家看视频什么的，哎呦，你看他们搭下茬多好玩啊！啊，终于到现场，哎呀，这就是孟鹤堂，这就是于谦，哎呀，这高兴，喊两嗓子，兴奋、嗯。男孩搭下茬一般是逞能，逞能，一般单独啊，光棍一个人来的男孩的不搭下茬，哦，这少啊、嗯。这俩是女孩啊，哎嗨，这属于兴奋的，这俩嗓子憋太粗了。里边男孩带女朋友。哦，那得意了，搞对象的他得显摆呀、啊。哦，台上你看他来两句下茬，嗯，这句话搭完了，周边还有人跟着笑，那他得飞起来咬人。那、嗯、就目的就你看，你看看我怎么样啊？搭下茬，你看大伙儿都乐，你看走开房去啊？什么叫开房？哪儿啊？这开房？他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呀。这搭下茬好处也太大了，那是逞能吗？我有时候站台上，我站的我看得清楚，每个人都看得清楚，表情我都看得、啊、哎，要看这男孩小孩干干净净的，嗯，小女孩也挺漂亮，俩人很般配。哦，有时候我就愿意帮他一把。怎么帮他呀？就给他垫两句，往他嘴里送他两句，嗯，让他成功。哦，哎，有时候递完的话，我还得嗯嗯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得了，我就帮你到这儿来、哎，你要努力。哦，有的时候那个男的一看就像刚放出来啊，那女的一看马上就要进去。好，这俩人撇着脸还跟着搭下茬，我一句话我就怼死你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本身人家就聚少离多了，啊、你看是。这就是我们这行的乐趣哦，我们这乐趣多开心呢！嗯，我们这都从小就干这个。啊，学这个啊、嗯！老师告诉我们，什么叫相声，什么叫好相声？嗯，好相声就是聊天儿，哦，就是说话，俩人站着没有再着急的，嗯，就是聊天嘛，啊，把所有的城市化的东西都化掉它。哦，我教您各位听相声，嗯，你要一看这俩说相声往这一站，俩人就上了发了啊，
啊，打后台就四脖子汗流哗，哎呦，俩人出来跟上刑场似的，嗯，站这哗哗流汗，是，那这孙子心里没底，哎这，哦没底，越喊越不会，哦不能喊，哎呀我们上上来我要这，心里没根，嗯，就踏踏实实聊天，好好说人话就对了呗，哦，这都是从小练。这得练，从小的时候先生告诉我们最重要一点是嘴里边得干净，那是功夫，说话不轻如钝刀杀人，不是什么还钝刀杀人，杀人的刀要快啊，杀人的刀要是钝了这个人太难受了，那都是死，比如啊，比如于老师被杀头，我也是嘴欠，你这我搭这茬干嘛呀，举例子，那换我啊，那太好了，好吧，啊，嗯，比如我被杀头，可以，我被杀头之后，于老师成了孤儿，嗯，然后你先，哪儿就我成孤儿了，成没成？我叫您还是拿我举例子吧，啊、这我要求这个啊，您要把我杀了，没人给你解释钝刀杀人了，嘿好，于老师被杀，咱们挑一个好日子，这还要挑日子，除夕，春节，大年三十，举国欢庆，那是。啊，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庆祝，高兴吗？于老师，于老师这天还得是个好日子，您过生日，双喜临门呢，这是、哎、对啊，新搬的家，还乔迁之喜，新买了一个67000平米的独栋别墅，我住广场上了，我这个，嗯嗯，你媳妇出去买彩票啊，3毛钱买张彩票，中了现金12亿，嚯、哦，抢去了这是。欧元还是欧元，是你们窗户根儿马的马路边都是，那太多了。你儿子今天还从国外回来，全家团聚。这孩子在国外念书，啊，3岁就到英国去读书。我这是让人抢走的，这是3岁就出去了，就是为了要那个语言环境。哦，哎，3岁走，今年23回来了，哦，走了这20年。他走的时候啊，还不会说话，都没喊过你一声。那是啊，3岁，今天回来了啊，带着未婚妻，哦，还要结婚。未婚妻的父亲是世界首富，哦，这好事都让我赶上了，阖家欢乐，全家人坐了一块，太开心了。是是是，上菜，啊，吃饭，年夜饭，嗯，干炸小黄鱼，哎，你瞧我们年夜吃这东西，于老师高兴，拿筷子夹一个，啊，这一咬，嘎嘣一下子，怎么了？干炸小黄鱼肚子里有一钻石半金沉，这鱼是让钻石砸死的，这是。那么大一块钻石，天下的好事都到您的脑袋上了，就没别人份了。我也得去啊，您干嘛去？给您祝寿。哎呦，这谢谢您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得嘞，还给您准备礼物了。什么礼物啊？印度3宝。呵，这礼物挺新鲜的，这个，快看，哦，送来了。门一开，哦，印度公司派了一个美女给您送货。你瞧，还是美女送。这个印度美女18岁。妙龄，国色天香啊，漂亮，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，印度的，这儿还点一红点儿，这就是风情吗？拖着包装盒，是于老师，嗯，祝你生日快乐呢。这什么味儿啊？俺们公司让奶奶的。行了行了，这女孩怎么这味儿啊？教她中国话呢，是保定人，这孩子也不想进步了，这是。嗯、打开盒，印度3宝、啊，那都什么？一个印度小叶紫檀雕刻的木桶，哎呦。这小叶紫檀就是一宝啊，外边抹着一层印度咖喱，这宝有点糟践。开盖一看，满满登登一桶什么？印度神油。好家伙，这么3宝，于老师趁热喝了不？我喝了。哎，这玩意儿有喝的吗？于老师端起来，吨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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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喝完了，听话。一回头看着女孩，嗯，脑门这红点我能摸一下吗？长这么大好奇心呢？打小看印度电影，老纳闷这个。我摸一下啊，一 K 尺这红点掉了，哟，脑门上露出3个字来，写的是特等奖。你这好事还没完呢，是吗？人家公司促销，哦，谁发现这3个字特等奖就是谁的了。那么这特等奖是什么呀？特等奖就是这个印度女孩。那么这女孩这就是这一辈子这个人就是你的了，就跟我过日子了。对了，嘿，太开心了，那是。除了嫂夫人有点不乐意，啊，我媳妇儿有点想法。那您凭什么他上我们？我就赶紧劝。对，抽奖算什么呀？就是就是。正说着，咣咣咣，有人砸门。这回谁来了？打开门一瞧，嗯，400个官兵。
这官兵干嘛来了？于老师，春节快乐！哎呦，谢谢您，合家团聚。哎，得嘞，巧钱之喜，借您吉言，生日快乐。那得得得，走，杀头去吧。哎，我都把这茬忘了啊，还杀头去？带您杀头去？凭什么杀头啊？哎，没有原因，走吧。我不行，你得给我个理由。就是拿你去解释一下钝刀杀人。你瞧，我死在这四个字上了。走吧，于老师，跟人走了。哦，屋里边天都塌了。啊，这么大的事儿可不是。你儿子三岁走的，二十三岁回来，对，打进门没来得及喊你，哦，就想坐在那儿举起杯来好好的喊你一声，都没有，没来得及，哎，咣当，孩子就坐那儿，晴天霹雳。他那个媳妇儿坐在旁边，啊，我腿都软了，是吗？一下我就歪在这儿了，没经历过这。你媳妇儿坐我这边，嗯，印度这闺女坐我这边，哦。什么表情您这是？这很难过的事情。我怎么没瞧出来呢？哎呵，这是很难过吗？这个你拿现场当相声听了、啊、您这个谁也别谁乐、啊、谁乐我弄死谁啊。啊，嗯，这也没绷住这个您。得了得了、啊、得了得了，做饭吧。啊，做饭吧。你们缺心眼儿啊，是怎么？这儿都拉着砍头去了，你们还做饭？年三十包点饺子吧，还真包啊。其实是吃不下去。那你们包？那么一个大活人，就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您别乐出声来。对，我忍点啊、嗯。就砍头，我们哪吃得下去、啊？这不是为了吃饭呢？那为什么呀？还包？给邻居们看。邻居们看什么呀？谁家没有几个缺德的邻居？啊，怎么意思？好，我们这屋一哭哭一宿也不吃饭啊，邻居不得说闲话吗？说什么闲话？瞧瞧这家人家啊，不就杀头吗、嗯？连饭都不吃了，咱们不唠那个。这什么缺德邻居啊？这是，还有这么嚼根子的？这连荤的带素的包十几样馅儿，这就不少了，一样包一百个，对吧？啊，真吃得了。哎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嗯，再叫点外卖，弄四十个菜，这可以了啊。红酒、啤酒、白酒，喝不喝的打开，搁那搁着。哎呦，煮饺子去，包蒜，呵，炸点辣椒油，吃的还挺全。倒醋、辣巴醋，嗯、哎，嗯，再调一碗咖喱。啊，对，那还印度娘们呢，嗯，都得有。我们正在合家欢难、啊、难过的时候，您说清楚了吧？正在难过的时候啊，哎呀，年三十啊，刚想起来。对呀，来来来，打开电视，干嘛呀、啊？看看春晚。嗯，看看有没有好相声。没有好相声了，我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相声、嗯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个时候啊，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，我都到了地方了。嗯、我那还菜市口，这是一个杀人的风水宝地，这传统的杀人地方。来到这儿了，一大帮刽子手上来给于老师把衣服扒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一丝不挂，从上到下全扒了。不是，这干嘛还扒了啊？哎呀，命都不要了，还要脸干嘛？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啊！我，哎，你早说点好了啊！好，我还说晚了，扒干净了，嗯，一丝不挂，光着，五花大绑，嚯、哦，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，什么叫招子呀？白纸叠的，插在竹棍上，上面是宝剑的尖儿啊，写上你的罪，我这个写的是奸斩人犯一名，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我怎么光着呢？嗯，插好了啊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啊，让我说话。于老师大气。我说什么？本王、啊、本王、啊、什么叫本王？大流氓吗？大流氓自称本王啊，我都头回听说这词儿、嗯、叫本流不好听。本废话，本王啊，跪下，踹那儿了，啪嚓跪那儿啊，跪，怎么撅那儿了啊？废话，你要不踹我，我就撅那儿了。跪，你又撅那儿，你管我这干嘛？你有人管没人管？他光着屁股撅那儿啊！嗨，一会儿杀头了，你就就撅着撅着吧 啊！都忙活完了，是天就亮了。我这儿折腾了一宿，年三十送来了，现在已经是大年初一了。你瞧瞧，北京每年初一开始啊啊，它是有庙会的。北京有好几摊庙会呢，最热闹的是场店庙会，那是一个老的庙会，琉璃厂啊。对对对，一般来说都从清朝就延续到现在啊。你瞧瞧，北京城里大概六七十万人上这儿来玩来，啊，热闹。嗯，外地游客有个三四十万，这就百十来号人，这一百多万人都要从您的身边经过。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好的，
场店庙会，对，一百多万人都从我身边经过。是的，我在这儿，你们卖票不卖票啊？当时通票啊，成交，我还含在里头了。这个、你是一个景点儿，这叫什么景点儿啊？你这叫雅俗共赏，不唱那个。哎呦，这些是一百多万人啊，都打着过逛庙会啊，啊，看去吧。怎么了？看什么了？于谦，别嚷，别嚷！于老师，你不用嚷了。哎呦，我就爱听你的相。于老师，给我照张相。不，等会儿，我这光着呢，照什么相？我没想到，我就喜欢你。哎呦，啊，别说这个，好多人都来，还有那个闺女接妈妈、接婆婆来看的啊，那么好热闹呢。哪儿了，于谦啊？还真来，这就是那说相声的于谦啊。看见了，还真白呀、啊。你管着管着，这老太太怎么那么贱气呀、啊？这个。一晃 啊就到了初七了。我等会儿，我这儿展了七天了。因为北京的庙会就是初一到初六，那还剩一天呢。内部人员得看看呢。我临死还给他们优惠呢。我伺候你一年去了。是啊，大伙儿都看完了，都满意了。哎，准备杀头了，赶紧杀吧。在这边有一个展棚。展棚搭了一棚子，里边坐着监斩官。怎么还有监斩官呢？得有一官负责这事儿 他得下令。哎，配着一红斗篷。这红斗篷辟邪呀。哦，刽子手过来了。啊，启禀大人。哦，时辰已到。哼，监斩官这才一回头，说什么呀？撒呀！什么？怎啊？嗯，弄死了切席罪。什么呀？削他呀！给谁省的？行了，这来东北监斩官呢？这个。刽子手回来啊，把刀抄起来。哦，这口刀啊，肩宽背厚日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豪。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瑞彩千条。嚯，哆里哆嗦颤颤巍巍，快呀！啊，他就这一下，是不是吓一跳？没砍啊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谁跟你逗了？这是不是好好玩？这这是没有玩的。于老，哟，快尿了啊！废话。吓！哎，我跟逗着玩。谁？我不知他不识尿了。别嚷了，快拿着墩布来。拿什么墩布？尿了，来，我擦，我怨我对不起抬腿。哪腿？哪条腿？别嚷了，这砍头了，这还擦地干嘛？啊！那，哟，墩布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你们这是？手起刀落啊！这不就完了吗？人头落地啊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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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惨，往那边咕噜，突然停住了，干嘛？等红绿灯。哎，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砍头吗？我绿灯了啊啊！人头过马路，你看看，扭过脸了，还得夸刽子手。我说什么？好快的刀啊！太贱了，我这个杀人刀要快，这就要快。这要是钝刀，您就受罪了。哎，差不了多少。咱们换一方式，这回用钝刀杀您。怎么再说一遍啊？前面的事情我们都不提了。什么叫前面啊？就是那个我坐这儿，你媳妇坐这儿，那个不，那行，我们吃饺子。行了，放心，我这都归你，都归你。敬酒跳舞，行啊，都归你。就从我接收开始吧，好吧？啊，那还是从头说呀。好不好？没事了啊。就我们合家欢乐吧，你跟你没关系啊。啊，你已经跟这儿展览七天了，好吧？七天过去了，七天过去撤展了，开始撤展了啊！还是展览，我这个。这个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。哎，这就行了。监斩官一回头，他说什么？撒呀，怎啊，削啊，切席税，弄死的。好家伙！这孙子还没下班呢，刽子手把刀抄起来了，赶紧砍。这口鬼头大刀打唐朝流传下来，哦，唐朝到现在一次都没磨过啊，因为磨一次得花三毛钱。好，从唐朝到现在没人舍得花三毛钱，太抠了。哎呀，上面都是锯齿，都带齿了，而且刀刃比刀背厚一寸，这翻过来使合适了。这要是拿刀刃杀你是你的造化啊。这回呢，今天拿刀刃杀你得，刀刃上大锯齿小锯齿，哎呀，举起来走你。哎，啊，怎么样？扎脖子上了。扎上了，上不来下不去。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横着推。嗯，这不是锯吗？连锯三天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是饿死的。我去。这世界很酷。